他不过时，曾经参与多部戏剧演出、主持还有歌唱节目演出的庄福辉，一直来都是演艺圈中扮演着甘草人物的角色。曾经模仿过苏贞昌、李涛、林崇萌等多达十余人的角色的他，本次来气管，我们可是要好好加油，不要漏气喽！好来哦，来跟林老板做伙铁佗，来来来来。啊，坐飞机看风景，啊，坐船看海景，啊，坐车就看风景，啊，来摄影棚吼，就看布景啦。哦，啊，今天咱要来电视台看录影啦。啊，看录影吼，爱记得哦，啊，有三不原则哦，嘿，啊，不讲话，不拍照吼，啊，不到处嘻嘻笑。啊，是啊，到处嘻嘻笑呢。啊，看了足济偶像明星啦，哦，给给给，看，看录影，来。我比别人靠认真，我比别人靠打拼。什么不什么比别人较歹命啊？唱歌的伊大声，愈大声心愈甜啊！啊简单呢，好，一首歌唱三十几年，也嘛乎你红三十几年啦。好，干那你阿吉啦一个尔，好，真正来，把声骨啊吹落去，吼吼，刷落去，这个愈无简单，吼吼，若要讲落这个吼，最近听讲要走路啊，过来录影咧，吼，这个把声甲吹咧，走路天王啊，不是。不是本土天王吴宗宪，破下去嘞！唐山阿达妙手，想你三米三里，对头甲袂甲你想一摆，明知啊无采工。风吹草动嘛，心沉重。想你三米三里，一点一滴安怎放袂记？乎你大草的我的灵魂，只有是随风乱。警察来了是吧？朱大哥，我不录了哈，再见再见，谢谢。